第一次和学妹压操场，和学妹越来越亲密了。学妹还帮我看起了手相。看什么呢？看什么脚？那你说说，我未来的女朋友长什么样子？你摸我秘书干嘛？照片。那你上次看我什么？我就天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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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你数什么呢？我在看看有几对情侣在接吻呀？哪儿啊？我操！我操！喂！啊！口水都流出来了，你怎么？你羡慕啊？我羡慕什么呀？这有什么意思啊？有意思呀！你不想吗？你不想？你不想？我你还是在干？我不敢了，我不敢了。鉴于你最近的变态行为，我怎么就变态？就变态！把你每天都陪我压操场。行。随叫随到。好。行，送到你这儿了，赶快回去洗澡去吧。走啦，学长。拜拜。开去吧。开去吧。和他在一起真的太开心，真的希望可以这样永远。